在永安渔港这一带，可不能光顾着新鲜海产吃到饱而已，辽阔的海景千万别错过。那么带着 Keep 上 G， 要怎么样才能够轻松的把浪漫绵延的海景一次搜集呢？让我来告诉你们，在地人都推荐我怎么玩。刘哥你好，小朋友你好，我是住宅啊。对啊对啊，我想要来租这个石行茶。他家叫没有两年嘞，没有全家。哦，所以如果全家人一起来的话，还可以骑着同一台车这样子。哎，对对，车快空气，动作好聊好看嘞。真的哈、哦，因为我有带了 Keep 小弟，想要来去这附近看一看。哦，走对啦，走对啦。那么快啊，来没有喊那么快同你啊？真的、哦？哎呀哎呀，这么好！哎呀，我同你，一个聊聊的，你快空气，你看是对呀。太好了好、啊，那我们就干脆就租这个两人的，好啊好啊，一起来去看看。好啊。新屋这里有个北台湾最具规模的自行车绿廊道，是我好多在地朋友推荐的必逛行程。像我们这样穿梭在树林交织而成的绿荫里，透着微微的海风，真的好舒畅耶。阿婆，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？绿色水头。哇，很凉快空气。真的，就在那边骑脚踏车啊，夏天来应该是很凉爽。哎，对对，热天都要冻僵，冷天都不会冷。哎，真的。这里因为2016年桃园地景艺术节将自然地景跟在地的特色巧妙的结合，许多艺术家在海岸用一些装置艺术做点缀，有了艺术的介入，让这片海岸有了新的生命哦。然后那些群啊，也对我们做到这里观光的太伟大，真的。哎，喜欢这边拍照，对不对？照照照。所以出来会带到这里来翕相机。真的。好在我今天有带到翕相机，立行就给我带翕相机。照照照。那我赶快把这美景留下来一下。立行就给我带翕相机，才能够捕捉沿途的好风景，留下回忆，不虚此行。